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 This is Rise on TV, Eugene and Mo. 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欢迎观看第15期的普京是乌克兰之战。乌克兰泽卢斯基兵败如山倒，泽卢斯基卖国，把乌西卖给波兰，准备逃往以色列。现在的战情，乌东及乌南的战况已经兵败如山倒。俄罗斯打了三个月的战，却让俄罗斯在经济方面发了一笔横财，从一月到四月，财政盈利已经超过了1.1万亿卢布，等于960亿美元，这相当去年俄罗斯3倍的收入。同时，也因为俄罗斯卖用天然气、石油及粮食，需要坚持用卢布来购买，这个经济走向创下了俄罗斯28年最高的财政收入水平。仅仅在四月份，俄罗斯的盈利已经超出了8000亿卢布。这是在美国北约30-40个国家制裁下产生的情况，真是神奇。同时，6月13日，美国支付了20亿卢布作为美国太空员范德海乘坐俄罗斯联盟号的飞船往返国际太空站的费用。俄罗斯坚持用卢布计算，美国没办法，只好支付了20亿卢布，还了美国太空员的这个船舱的费用。这是美元的霸权真的在全世界被动摇了。尽管这次的战争还有疫情，美国印出了很多很多的美钞钞票，但是美国的经济命脉、制造供应链受到阻拦，结果很多美元印刷的都停留在美国的仓库中。自此之中，现在俄罗斯更积极的组成 G8 来对抗美国的颓唱的 G7 组织。上回因为俄罗斯侵占了克里米亚，美国及其他国家把俄罗斯踢出了 G8 集团，所以从 G8 变成 G7。 现在俄罗斯要自己组成一个新的 G8 集团，对抗美国的霸权经济体。这个 G8 的成员包括了俄罗斯、中国、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伊朗及土耳其所组成。这 G8 这八国的全八国的 GDP 购买力比起美国现在的 G7 高出了25%，而且这个 G8 新的组织正在邀请很多发展中的国家来参加，所以 G8 这个集团的愿景应该是远远会超越美国所提倡的 G7 集团。自此时中，泽罗斯基采用了双标标准，一口一声说要跟俄罗斯战斗到底，争取每一寸乌克兰的领土，另一方面又和波兰在首都基辅决定把乌西割让出去给波兰，以达成自己的私利。现在泽罗斯基更加瞒天开价向北约及美国要了更多更多武器。美国给了泽罗斯基14万发的榴弹炮弹，去了哪里？
说不定已经被泽罗斯基卖到黑市赚大钱。现在泽罗斯基乌克兰开出了新的武器清单，包括1000门的榴弹炮、300多管火箭、500辆坦克、2000辆装甲车、1000辆无人机。这比起全球第五的军事强国法国不相上下，简直会把乌克兰搞成一个军事强国。现在法国所拥有的武器只有2000辆的装甲车、1000辆的无人机、400辆的坦克及6000装甲车，所以看出泽罗斯基真是狮子开大口。随着数十亿的烟流向乌克兰，美国的官员更加警告，这无底洞资助乌克兰简直是一种欺诈及浪费。更传出北约集团、意大利、法国及德国正往乌克兰基辅与泽罗斯基商强，传闻美国拜登等人也要求乌克兰停战，甚至做出可能要乌克兰泽罗斯基割地以求停战和普京结束这场战争的愿望。现在乌克兰的战情，乌东及乌南的战情真是兵败如山倒，可是泽罗斯基正在把乌克兰所得到北约及美国供应的武器卖得盆满钵满，而且他已经在以色列购买了豪宅，准备逃亡成立过渡政府。现在乌克兰泽罗斯基更开始呛声德国要为乌克兰战死的士兵负责任，更有拼图从乌克兰传出英国女王扛着刺针飞弹讽刺英国。现在俄罗斯已经缴获美国马斯克的 Starlink 所提供乌克兰的 GPS 情报传输及军事秘密，这让乌克兰丧失了80所的指挥能力。更有所闻，泽罗斯基成立了最高武装指挥所，号令任何顿巴斯及乌克兰乌东乌南都不能投降于俄罗斯，而且基辅首都并不给予这些乌东及乌南的守军任何军事支援，完全把他们当作炮灰。在这种弹尽粮绝、缺粮缺枪缺油的情况，乌克兰的纳粹36部队已经投降于俄罗斯，顿巴斯营的纳粹部队也集体投降，拒绝执行泽罗斯基所给予的命令。现在有四架俄罗斯的苏-57乙型战机编队飞行于乌西边境，炸毁欧美所提供乌克兰的武器补给线。大家如果想知道乌克兰的战情，请在第16集《普京之乌克兰》观看。谢谢大家的收看。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